大家好，我是康康。自从这个大姐升了那个 A1 驾照之后，我都没有见过她了。你说巧不巧，昨天我那个没屌事，我去买个馒头，买个馒头回来的路上看到了一个女的在开那个开大客车，然后我一看有点像大姐，我给大姐发个信息，我说这个车是不是你开的，她说还真是她开的。那我说你什么时候来啊，她说明天还去。那我说你明天来的时候啊，你在旁边等我一下，等我找你有点事。他现在已经到了，已经到了，一会儿我骑着个电车去找他。我们约好了就在附近见面。啊，前面那个车子就是大姐的车子了。大姐在这里停车呢。可以了，没事了，不碍事了。你知道上一次我在哪见你的吗？我就在你后面那一条路。对对对，我在那去买馒头去了。我买馒头的时候，然后我停在那里等红灯的。我一看这个大客车是谁开的，我说这个女司机开的。我刚准备拿出来手机拍朋友圈的。我一看有点像你。然后我就给你发个信息，我说这个车子是不是你开的？然后这个车子还当真是你开的。哎，这车能拉多少人啊？四七八个人。这个车子比那个集装箱开的怎么样？比那干净呢。比那干净一点。它有那个集装箱，咱们开那个电车舒服吗？差不多，一样。比那电车舒服？比那还舒服一点。这也是自动挡的吗？电车。这也是电车？对呀，这也是电车。这个不像吧？改装的。这个是不是烧氢的？电，烧电的。嗯。啊，这个，你这个车子也可以啊。烧氢？哪有烧氢的？有啊，我开这个渣土车都是开烧氢的，就是烧那个。罐的。就是加油站加那个氢气，氢气然后加那种。那是气，那是氢气。用氢发电，你这个电它充满之后能，它跑那么远，它能撑得住吗？能。能跑多少公里啊？那你的意思是一天你现在一会儿要回去还要充电了？没有，不需要充电，回去也不用充电。现在呢还81100个，现在还有81，我要回去充电。还有，你意思是不用充电，明天也不用充电？明天要充，这回去不充完还要来一趟。这个车起码比那个挂车要干净。干净一点。差不多，比那干净的，比那没那时间吧。他挣钱，他也没那挣得多了。对，没那挣得多。这半挂车一个月能挣个10000块钱左右，对不对？你这个你最多也挣个。半挂车最累的挣了13400。13400，你这个挣不多，你这个他轻松。嗯。他最多的只能挣个那个7000-8000块钱。最多能挣10000多，就是没有这么多班给你加了。挣10000多的话，那他，你不交金能拿到那个？正常他没这么多班给你加班，你要是天天做的是有的，那有双休。他不交金的，有别的地方350一天。这个怎么说？各有各的好处，对不对？对。没这么多班加，他这个还是干净的吧？